的暴脾气啊！这个小家伙，琪琪，琪琪，我可以他饲养的猩猩叫琪琪，八一啊，把所有的奖金都捐赠给了动物园。环保超人变身！太欺负你了！环保超人呐、哎，我做错，你饶了我吧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我是乌阿驴，你干嘛呢？你是啊？不！哎呀，阿凡提，哎，有一个那个来了。这个小家伙，琪琪。您是那个丢了大猩猩的饲养员吧？你还记得我呀？来，过来吃香蕉。我不吃香蕉。是不是？这不是你最爱吃呀，琪琪？我不吃香蕉。啊，你想吃这个吧？啊。什么什么？我是阿凡提。什么？哦哦，我听不懂。琪琪，哎，你别跑呀，琪琪！完了，连阿凡提都搞不定他。来人呐！大家快来帮帮阿凡提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哎呀，我还当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儿呢？哎呀，阿凡提，啊，不就是一根香蕉吗？拿，我吃。哎。琪琪，我靠！吃八个蛋，吃八个蛋！哎呦喂，什么毛病？这是！哎呀，他饲养的猩猩叫琪琪。嗯，动物园里的猩猩叫琪琪，你给我见过。琪琪，你个抱抱头吧！我住了，我住了，不要太多。拦住了，你住，拦住！哎，这是。哎，我说八一老爷，你怎么这么爱占便宜？我哼，就算大雁飞过去，都会被八一老爷拔光毛。棒棒糖也吃了，香蕉也吃了。什么时候去找星星呢？我哪那闲工夫啊？我有那时间，我还去挣金币呢。找到星星的人会拿到奖金的。你说什么？拿奖金？咱俩都要去啊！找星星这事儿一定要现在就办，保护动物，人人有责，不能让饲养员乱跑。一定得留下一个人照顾他。所有人跟我一起上山。那谁留下呀？难道八一老爷长得像星星？才像星星呢！胡说八道。琪琪。我学的不像吗？刚才没看见。我明白了。嗨，瘦了。瘦了？那吃根香蕉。好，不用上山逮星星，还有香蕉吃。
有人自个舒服。吃饱了吗？嘻嘻。噎死我了！吃吃吃吃吃！恭喜你，你刚才进的。行行行，别说风凉话了。罢了一开笑，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，非让我累胸啊啊！现在好了吧？该体育运动了。我要不懂星星。琪琪来了来了来了！哎呦，给你。怎么了，琪琪？是不是觉得这个不好玩啊？不好玩。那我们玩个好玩的啊。看着。阿凡提啊！哎呀，阿凡提，你可回来了，你快救救我吧！哎呀，爸呀！再坚持一会儿吧。啊，明天早晨我们还得继续去找。还没找着呢。还去啊？我翅膀累得都快抽筋了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阿凡提呀！我这个工作实在是太难做了，我这一天到晚。八一老爷啊，您看看，您在家有吃有喝有陪玩，这抓星星的奖金呢也全是您的，这种好事您偷着乐吧，还在这假装抱怨什么呢？我这阿凡提啊，可我实在实在我是坚持不住了。哎呀，琪琪，琪琪，琪琪，吃个香蕉就好了啊，吃个香蕉。琪琪，你醒了。琪琪，你放心吧，我再也不会把你弄丢了，哈。你还是把我丢了吧。啊，你生病了？痒，浑身痒。看来光吃香蕉是不行呀。就是不能老吃这个东西，维生素不够呀。对对对对对。那咱们今天换换。太好了。我去给你找菜啊。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叔叔，啊，粥差不多可以喝了。啊！这点能喝了，烫了我舌头。我回来了，一定保重啊！别回去了，琪琪别动。你怎么能吃这个呢？这会把你的口腔烫坏的。已经烫了。来吃这个啊！还是这个。还记得我们以前玩过的游戏吗？什么游戏？啊？你一片来，我一片。哎，你怎么不抢呀？啊，小笨蛋，本来就都是你的啊！快吃吧，吃完你就不痒了。不行，我还喝着痒，痒！哎呦，痒死我了！哎呦，哎呦！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。以前啊，我一给你唱这个歌，你就这样安静的看着我。好了吧，不痒了吧？不痒了。你是不是特别想吃这个呀？好吧。琪琪变回来该有多好啊，害得我飞那么远，翅膀都肿了，你看。哎哎，你那不是肿啊，你是泡。
我能用法术把所有的星星都召唤过来让你们找。您就这点法术啊也不怎么样嘛。胖丫头净说我不爱听的，不理你了。我胖丫头，胖丫头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啊，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，你说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？把星星送到动物园，不会把自己留那儿了吧？哎，你说那八一老爷，咱们辛辛苦苦在外边找星星那么累，他自己在家舒舒服服的还能拿奖金，太不公平了吧？来了来了来了！来了。赫赫什么赫赫，我说说呢？啊，不会真被我说中留在动物园了吧？哎呀，八一啊，把所有的奖金都捐赠给了动物园，待会儿要参加捐赠仪式，晚一点回来。千古奇闻，亘古未有，这个八一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呢？那你们都没看见？那饲养员抱着琪琪哭的时候。哎呦，那八一老爷还在那儿抹眼泪呢。哎呀，我看呀是被风迷着眼睛了吧。哎，精神恍惚了吧。不对不对，是为了上电视。阿凡提老师，这八一老爷到底怎么了？这个嘛，你们猜到了吗？瓦驴，这厨房用剩下的酱油瓶子，应该算是厨余垃圾呢，还是可回收垃圾呢？这可是厨房的哦。这可是玻璃瓶儿。我可爱的小毛驴啊，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呀？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呀。蛙驴要是动脑子，就不是蛙驴了。你以为你是超人呐？凭什么他能当我就不能当啊？我真是环保小超人，是带领大家保护校园环境，纠正大家不环保的行为。哦，其实也没什么啦。我只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嘛。看，这是老师给我的奖。哇，太棒了。这么点小事儿，是我没干，我要干肯定比你强。哎呀，没做就别说嘛。就是，我还说我自己是超级大明星呢，可是我现在也不是啊。瓦驴呀，你应该谦虚的向巴豆学习。你看，向他学习，走着瞧，看我们俩谁最好。瓦驴。不让我当环保小超人，我现在也是了。环保超人变身。环保小超人。环保超人，哎，环保小超人。哎呀，超人受伤了。小意思小意思。哎呀，贴张纸就是超人了，你这一看就是超人。好吧，我要检查一下你卖的东西是否环保，肯定还有塑料袋。让开你们欺负驴，真把自己当环保超人了，哼！我是环保小超人。你来的正好，去帮我把垃圾倒了啊。
怎么？八爷老爷啊，您扔垃圾又没有分类啊？等会儿，王不呆，什么意思？这是？哎呀，什么也什么。环保小超人，谁呀？我呀，你。哎，环保小超人，你别挨骂了，你就你环保小超人，我让你环保小超人，你就跟这堆垃圾一样。起来，去把垃圾给我倒了。太欺负你了。树爷爷，树爷爷，别晃了，别晃了，树爷爷，他们还有他们都欺负我。他们怎么欺负你了？跟你树爷爷说，我想为社区的环保做一点贡献，可是他们都骂我，都欺负我。我想当环保小超人，我想管着他们。就这点小事儿，别哭了，看我给你变，我现在是超人了，我，树爷爷，我现在是超人了，树爷爷。只能为环保社区做贡献啊！凭着你超人的力量做坏事那可不行啊！你就放心吧，树爷爷，我乌阿驴是谁呀？社区的环保维护就交给我了。哎，王奶奶是吧？哎，我是方哥呀。哎，您说您想要什么？哎，这个电话怎么还没有接完？您还要别的吗？这个动作很累的。不行，我还得再干一次。好，让他知道抢不起我的后果很严重。你又还捣什么乱呢？你那是我捣乱的，是你扔了香蕉皮。你的灯泡不是节能的，餐盒不是环保的，洗衣粉是含磷的，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塑料袋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你什么眼睛？这X光啊！我是正义的环保超人。哎呀，我驴啊！不，环保超人的。哎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，我错了。这只是给你一个警告。等。今天表现不错呀，知道我要倒垃圾早就在这等着我呢。去吧，倒垃圾去吧。我是环保超人。环保什么超人？你赶紧倒垃圾去。你是不是又没把垃圾分类啊？让你倒垃圾你去倒垃圾，分什么类也分。快去倒垃圾，快去。以后垃圾要分类，明白了吧？嘿嘿，走了。这变超人了。真好看，真好看，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。当环保超人就是好啊！唱歌，噪音污染。大风车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们消失早了。唱歌也是噪音污染，我要代表地球消灭你们。发抖，玩游戏也是环境污染，给我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竟然敢跟环保超人这样说话！你给我！阿里，干什么呢？玩游戏呢。玩游戏呢？哎呀，走开！哎呀，别打我！树爷爷，
我是用这个在监督他们的环保工作。您看看，我现在打算去八一老爷他们家看看他们有没有把垃圾分类。我不是没有提醒过你吧，用超人的能力是不能做坏事的。我没有做，我是、啊、我是和他们开了一个玩笑。玩笑，嗯，看来不罚你是不成了，罚你教会50个人唱节水歌，少一个人都不成。50个呀，厕所来冲刷。谢谢。哎，2个了，还剩下1个。王林，嗯，还剩几个人呢？还剩1个。嗯，还剩几？哎，你好，你来洗菜，洗菜，小明啊，救命啊！